卢卡今天受伤了，今天我带卢卡和 Leo 去海边 hiking， 然后卢卡在海边忽然脚就流血了，估计是被海边的石头划到了，磨破皮了是不是卢卡？看看吧，包扎一下，怎么处理一下？然后就这个地方，嗯，它本来皮掀起来了，然后后来就那块掀起来皮就掉了。然后回来路上就去买了双氧水、纱布和这个粘纱布的胶带。来吧，卢卡，也很紧张，我也是第一次包扎。OK， let's do it。好满，好像也没有双氧出来什么东西。没事啊，卢卡一下就好了。Leo，弟弟受伤了，是不是？你这能下地吗，卢卡？卢卡这能？卢卡现在走两步吧，来。你看卢卡能不能下来吧。卢卡没包之前是稍微有点瘸的，轻微的瘸。嗯、来，卢卡。卢卡好像站不起来了。卢卡走。卢卡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其实可以的，他只是想脱掉的，但是他脱不掉。像穿了鞋一样，你适应了就好了。加油，卢卡！走两步。哎呀！小冰号，卢卡 ，It's OK。没事，卢卡啊。我们就绑到明天。The next day。卢卡，过来，卢卡。Good boy。卢卡，过来。瘸了是不是，李瑶啊？